媳妇儿啊，嗯，我明天回趟老家啊。回老家干嘛呀？这两天压力有点大，回老家歇两天，跟我那朋友们聚一下。行，回去聚聚也好。多带点钱，别兜里总是百八十块钱的。一会儿我再给你转300啊。媳妇，我就正是那敞亮人，放心吧，丢不了你的脸。大大方方的啊，必须的。散好心了，赶紧回来，还得要二胎呢。捆一下膀子，你不是喜欢吃这筋吗？